在我们农村挣大钱的机会来了，只要屏幕前的朋友你不怕脏、不怕累、不怕辛苦的话，你一个人都可以进行去干的，而且成本都特别特别的低，利润呢非常的高。这个生意可以说比较的冷门，干的人并不多啊，所以说竞争性特别的小啊，朋友们，这个生意可以说全年无淡季啊。每天都可以进行去干的，而且南方、北方啊，农村都会有这样的生意进行去干，就是看屏幕前的朋友愿不愿从事了，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这个生意呢，可以说你想干的话，啊，一天收入最低的话达到两三百块钱，非常的轻松啊。如果你努力的话，每单收入个500-600。甚至1200-1300元都会有的，就是看屏幕前的朋友你愿不愿意从事这样的一个肮脏的一个活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山东雷哥。听到这里了，肯定有很多网友、很多粉丝都会说到了，到底是什么生意呀？你说的这么神秘。想了解的朋友呢，跟随我的镜头，咱们先看一下我在这个现场拍摄到的视频。通过这个视频呢，我相信大家看到的就是一桶一桶装的啊，这里边装的可不是蜂蜜哈，大家不要猜错了啊。通过这一点大家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要不咱们再看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三轮车上面装的。通过这个视频呢，我相信大家呢对于这样的画面，凡是经常在农村的朋友们都非常清楚了啊，基本上都是一个妇女开着一个电动三轮车，是不是挨家挨户的收的，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了，就是尿液。尿液的品种是特别的多的，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。不同的尿液可以说它加工不同的一个另外一个东西，而且特别的值钱，最高的话都卖到3000-4000块钱一斤啊，甚至会更高。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仅仅给大家分享一种，也就是说收购孕妇尿。收购孕妇尿呢，可以说非常不错的。关于其他的尿的品种呢，如何收购，什么价位啊，在今后的视频当中会给大家一一分解。首先咱们给大家分享关于一个孕妇尿这一块。孕妇尿这一块呢，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哈，在城市收的话可以说特别的不方便，所以说只能在农村来进行收了，是不是朋友们？在咱们农村挨家挨户的来进行收。在前些年收购孕妇尿基本上啊都不要钱的，只不过现在有一部分知道值钱了，所以说有一些孕妇啊，他们也开始收钱了，一斤的话我卖给你1块钱，甚至1.5块钱都会有的，只不过在我们这块不要钱啊，不要钱，但是你给人家的好处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块呢也都说一个月给你一提那个纸啊，纸给你一些纸，要么给你那个一些营养品的，就这么换的啊，成本特别低，但是你的收入特别高，是不是朋友们？孕妇尿这块呢，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哈，不管是什么尿吧，都是比较的脏啊，比较的脏。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你呢不怕脏的话啊，没有这种脏的这个心态的话，那这个生意你可以进行去干的，是不是啊朋友们？这个生意呢可以说干的最多的，适合最多的就是一些大姐大妈们啊，38岁以上，甚至一些阿姨们啊，他们都可以进行去干的。但是男士的话有点不太适合，毕竟收的是孕妇尿，是不是朋友们？你懂得。在我给他拍摄视频的时候呢，我们这边这个妇女大姐啊，这个大姐也说到了，她这样的生意啊其实干是可以干啊，因为她收的话，她往外面交的话，最低是1.5块一斤啊，高点的话2块钱一斤都会有的啊。收过来的这个孕妇尿，它是加工一个容器纤维的，
啊，到底干嘛用的呢？大家可以自己查查啊。他每天呢，每天反正最高的时候收个1000多斤都会有的，因为他收的话是在我们周边的一些村庄，啊，周边的一些村庄，牵涉到差不多有100多个村，每天每的他都跑来跑去的，冬天也是，夏天也是，风花雨林的也干，因为你不收的话，就坏掉了。所以说只能每天每的就得干，你要干的持续干，不然情况下来你就半途而废了。所以说想干这个行业呢特别简单，只要你不怕辛苦不怕脏的话都是可以。他收完之后呢就是交给我们附近的一个深加工的一个工厂了，就这么回事啊，深加工的一个工厂。当然了，工厂里面收的他赚的利润会更高，人家一天怎么着收入啊2000-4000都非常很正常的，是不是朋友们？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生意呢，作为屏幕前的朋友您呢，你觉得这样的生意怎么样？或者是在你们当地有没有人干的，或者是已经有人在干了，现在人家不干了，原因也有很多啊。咱们在这里不说不干的原因了，就是看屏幕前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干这样的生意的，或者是你对这样的生意有没有想发表自己观点的，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。好了，今天视频的就和大家简单的唠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给我点个免费关注。还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呢，请看我其他的视频。下一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，下期咱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